英语、日本语、简体中文、繁体中文，我操！测试阶段啊，是吧？测试啊，嗯。啊，这个路移动跳跃，哎呀，我去，哇，这么牛逼啊！哇，还可以乘坐。等一下，我要把这个给它拔掉，冲刺。伸长脖子。我去，牛逼啊！这个化身成维护正义的鹿哥啊，鹿哥，鹿晗哥，蜘蛛侠啊！鹿灾等级是一级，鹿灾，鹿灾。嗯，这个东西好像。搞不掉，搞不掉。这个人呢，向人家请安，路话跳舞。嗨，嗨，跳舞。我他妈这都可以吗？路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把它变成路是吧？把它变成路。给它拿起来！哎，我操，牛逼啊！这全了，丢出去，不要！这他是变成我的小弟了吗？滚吧，滚吧！老子不要你！这个手枪啊，装备，我操，牛逼啊！操！双枪来他吧，鹿角都不要了啊，头上啊，他鹿角不要了，我操，这他妈太屌了！我去，太屌了，空话啊，这是鹿晗话，鹿晗话好吧，鹿晗话。可以杀人，鹿灾等级。嗯。哎，这边好像一个警察局。警察局好像我这个。好像我这个进不去，进不去警察局。连上一个飞象，这个不要了。嗯，把装备下掉了吧，啊，不要了。哎，敲他妈的，敲他妈的，让我坐个车来。呀，警察过来逮我了。三阳警察过来逮我了。第一警察懒洋洋。可以撞他，楼都可以撞他，我去！这辆车牛逼啊！不要了！妈找死啊！哎呀，我操！这车！我拿警棍抽我啊！一
马搞死你们，来追我，来吗？哎我去，哎这有匹马呀，哎有匹马，这个低级低，哇天上好像有条天龙啊，天龙鱼，我要去捡点装备搞一下，我现在只有两条血了啊，两格血，不能再浪了，再浪的话我要死掉了，再浪不能浪了，我们先逃离警察，先逃离警察，亚警察金刚熊，哦有机枪，我操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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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上面是什么东西啊？上面，哇，有个斑马，斑马可以啊，斑马，把装备下了，嘚儿，嘚儿。我去，我去，把那房子全拆了，我操，这谁干得过我呀，无敌了好吧，我操无敌了，这楼顶还有个斑马呢，房全拆了，这个大楼也给他拆了，大楼是吧，攻击力不够啊，拆大楼攻击力不够，嗯，哎地上爆了个什么东西啊，这什么手枪，哎呦我操，打我一下，好疼呐，好疼呐，我操好疼呐，这他妈，哎躲一躲躲一躲，开车，咦那边好像有宝贝哦，看能不能回点血，能不能回点血，这有奶流啊，哎干嘛，门穿上了，哎我他妈卡住了，卡住了，
奶牛可以喷奶，喷奶可以飞，我去，牛逼！哎，这个小飞象，锁住，小飞象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我们的飞象给它抓住，上面还有个飞机呢，上面还有飞机啊，牛逼啊，牛逼啊！这个飞机停机坪吗？哇，这个溪流哦，溪流。溪流好像只是个雕像，这干嘛的呀？上面好像踩个，要踩个东西啊，要踩个东西才行。五层正在建设中，那边还不让我过去。这天上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昏呐，能骑不？我要把这个昆骑一下。我警察都追到这了，等我开飞机上去，开飞机上去，开飞机应该能骑到那个昆。开包飞机啊，哟，电瓶车，那个大奶牛，骑了个大奶牛，不知道能不能上飞机啊，骑了个大奶牛吧，大奶牛，哟，这边有个冒光的东西啊，冒光的干嘛呀？游玩？黑白棋规则，棋子牛来移动，最终取得最多的牛牛为胜。双人对决，与牛牛对决。黑白棋。还是不玩这个，这个看都看不懂，看不懂。我是大奶牛能骑不？骑奶，喝奶，喝不了。大奶牛，哎，我血满了，我操，我血满可以浪了。这个人路化，嗨，嗨，路化，啊，被我路化了，已经是我的人了。这个篮球，篮球好像，什么鬼，我操，警察又出动了，我要看顶级警察是什么。来嘛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好吧。
谢了谢了，垃圾一帮。哎，这个门怎么开？这个门怎么开来着？这个门，这个好像是个核弹呢，好像是个核弹。那边有个树懒，往哪爬？来嘛！这一起路呆，我 AK， 我操！哈哈哈哈 ！AK 呀！我操！垃圾，把 AK 下了，把他们全拆了。可以同时装备两种，是吧？看一下，同时装备两种武器吗？我操！我操！啊，鹿哥死了，鹿哥，膨胀了，我操，膨胀了，达到鹿灾 B 级以后，可以在这玩这个游戏机啊，鹿灾 B 级，这个好像有很多解锁的，好像，好像有很多东西要解锁啊，要解锁，这他妈这个熊有点厉害啊，有点厉害。嗯，滚滚！哎，可以。好，全部带上，全部带上，哎，全部带上。顶楼斑马我知道，斑马拉去，那把斑马带一下吧。我的斑马能不能打过这个熊啊？斑马，这一下斑马，来，把这个整个城镇全部毁了，打开100血。整个城镇全部毁掉，全部毁掉，好吧？拿到 B 级灾害，鹿灾等级，什么垃圾 ？A 级了，拿到 B 级。我操！哎，我要死了！
啥子？狗日的，抓脚。我操！宝马都能拉屎。宝马发了，不要了。哎呦我去！第三警察兔狼普，来了，带枪的。带枪有点厉害啊。我操，不是吧，你们完了，我开飞机轰炸他们。哎呀，这把没玩好，开飞机轰炸他们去，开飞机炸一波，炸一波，飞机飞机咚，先骑那个小飞象，小飞象，哦，骑了个鲲吧，直接骑了个鲲。我操，这个鲲牛逼啊！鲲啊，鲲！哎，飞机，飞机！哎，勾到，哎，勾到。嗯，这飞机怎么还不好骑呢？这飞机。我操！哇，这鲲太高了，上不去啊！鲲太高了，这鲲有点高啊，这鲲。前面的区域正在建设中。这他妈这是作者吧，这是作者，你拦不住我的。我他妈的把我送回来了，我操，飞机怎么开啊，这飞机，飞机怎么开啊，小宝贝。这边是警察局啊，我也找一个这个能坐上鲲的办法，不然太高了我下不上去。哎，电车，电车，电车开出去速度应该快吧，把电车开出去，电车，我操，这哦对，骑奶流喷上去，对，骑奶流喷上去，想到了，喷上那个鲲呢，小飞象，我这个现在也想办法，也不好上。
分在哪里啊？这边，哈哈，哈哈。就在那边，哎，放坤的背上就可以了，啊，放坤的背上，留喷奶嘛，用这个喷奶的这个冲击力来飞嘛，喷奶，哎，不要飞得太高了，哇，坤，坤。我要骑上去了啊！想去把那熊干掉，把那熊干掉。我这个奔他妈的又飞过去了啊！那飞过来点，那飞过来。怎么还有马赛克啊？对，这奶是有马赛克的啊，因为比较黄嘛。我这还不过来啊？这小子，嗯，牛都死了，这牛。上不去啊，上不去。开发者，哎，嘿嘿，我知道了，我鹿头把它卡的，哎，不行，不行。我拿几把枪去吧，试一下。不行呐 ，bug 呀，他这个在测试啊，这游戏在测试，正式版还没出来，正式版还没出来，我先把这个熊杀了，啊，看有什么用。啊！那熊也是个垃圾。这个高楼是炸不掉的吗？炸不掉吗？手榴弹！啊！我操，好爽啊！哎，自己把自己炸了。
B 级灾害了 ，B 级路灾 ，B 级路灾可以过来这个搞这个游戏机。B 级路灾，注意输入较大的数字会运行比较慢。懒羊羊路灾12，金刚熊路灾重设，警察数量嗯。金刚熊、懒羊羊、这只能是这个呀，只能是这个。哎，我操，炸了！这警察数量啊，这是警察数量。先把这个整个城全炸了，看有什么装备还可以捡。哇，这装备都可以全捡了，可以重叠的，所有装备可以重叠的，我操！这多变态啊！后面还没做完，每天都要更新。那今天就先玩到这吧，这个游戏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游戏的这个后面的内容，现在还没做出来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这个非常好玩啊，这个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在我的这个愿望单里面，给你们看一眼。这游戏还没做完，在测试，在测试。愿望单，游戏叫非常普通的路啊，非常普通的路。非常普通的路，他没做完，主要是没做完。给你们看一下他那个这个版本啊，那在测试。完成一点比较牛逼啊，完成一点比较牛逼。这完成的城市大城市啊，大城市，让我来小城市啊。小飞象我刚才骑不了，不知道他怎么骑。还有老虎，还有这个好多地图，好多地图，地图好大的。可以把很多几百种动物组装成机甲，啊，组装成机甲，我操，是吧？牛逼吧？
第一个版本了啊，反正他这个在测试，这是昨天啊，今天刚出的吧？蒙奇迪路飞已上线，蒙奇迪路飞啊，好吧。